今日は金屯家の皆さんに岡山県に興味を持ってもらって、ぜひ次の旅行先。大家今天来到现场，那相信大家现在在前面的话，都是对我们冈山县非常有兴趣的，对吗？对。那希望大家等一下就是要踊跃的举手哦。これからやります。鹿児島県の特徴は自然、活火山の桜島、そして屋久島、あと温泉が非常に有名です。あと鹿児島県といえば和牛、日本で一番生産量が多く、そして5年に1回日本で開催される和牛オリンピックで2回連続チャンピオン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今回鹿児島県のブースでは鹿児島の黒酢を持ってきてます。こちら試飲もできますし販売もしています。ぜひ鹿児島県のブース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た鹿児島にも観光に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お待ちしてます。好，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鹿儿岛的这个观光的资源。那我们鹿儿岛其实是以这个自然风景取胜。那我们这边有名的呢，就是除了鹿儿岛之外呢，还有鹰岛，是我们的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那今天我们在场介绍的，还有带来的是我们鹿儿岛的一些物产品。那鹿儿岛的黑醋，还有这个梅子醋，都是我们鹿儿岛的这个知名的这个观光物产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到我们鹿儿岛的摊位来。另外介绍的是我们鹿儿岛的和牛，鹿儿岛的和牛也非常的有名，它连续两年得到就是日本的那个和牛评鉴的第一名所以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个物产特色。那欢迎大家。こんにちは、静岡県です。静岡県ブースでは静岡県に関する観光の情報をご案内しているほか、時間限定でインスタグラムやフェイスブックを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った方にプレゼントを差し上げています。那好，就是我们这一次摊位的重点，就是提供非常多丰富静冈的资讯之外呢，然后我们时间有限定，时间4点跟6点的时候，只要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呢，就会送给大家静冈限定的小礼物。これからの季節には富士登山など静岡県楽しみ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ので、ぜひ静岡県ブース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そして静岡県にも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对，那现在夏季这个季节呢，非常是最热门的，就是我们富士登山这个活动这样子。那除此之外，还有静冈县还有非常多漂亮的风景，非常多景点可以让大家游览。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富士静冈县。那这几样水果呢，就是其实谢谢。冈山县因为我们公司是从日本过来的立向公司，叫做好孤道。那我们在屏东有两个工厂，那在屏东种红喜菇跟雪白菇这两种菇。那么另外五菇是从日本的福冈县进口。那我们在台湾是总共有在卖三种菇。那红喜菇跟雪白菇的部分种它们的时候需要大概90天的时间，那五菇的话大概是一个半月。然后我们的通路的话，比如说像全联、好市多、大润发、传统市场，还有一些餐厅也都吃得到好菇道的菇。那以后各位大家请支持。活动是平日友好季啊，那我们这个摊位呢叫花草酿，是从雾台下来的一间店哈。那我这边有卖我们雾台的咖啡豆，有我们的水洗日晒蜜处理手冲咖啡，以及还有我们的拿铁以及美式咖啡，那都有做冷热饮。那这边有我们的绿挂式的咖啡，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来自雾台的香气精油，这也拿到我们的屏东去年屏东的十大伴手礼之一。对，有我们雾台的香气，有很多的味道来自于雾台，有精油啦，还有我们插在身体的都有，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屏东胜利新村，来跟我们一起同欢，感谢各位。